下面就来回复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，DBX 怎么看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DBX。我从来也没有研究过，我们就把这个 Yahoo Finance 的这个给大家看。它现在是一个看跌三重顶，这个就是它所谓的三重顶啊，就这样。在这个地方，它三重顶啊，也是没有，因为没有上去，所以它就从这个点就应该下来。8月14号的时候，但现在呢，8月14号它现在又上去了，并没有由这里开始跌，那证明它这个图形呢就不一定是这样了。它应该想的方法是应该是这样往下跌，但是它并没有，现在还是在一个拉升的状态。啊，我们就中期呢是看跌啊，长期是看涨的。你看一下这里。中期还是看跌，短期看涨，长期看涨啊。Research，它我看一下它的 research 有没有我们想要的答案。这里有8月7号的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公司这个研报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，它是看跌的。Dubox，反正就是大概意思就是看跌。第二季度为收入为4.6啊，同比增长了16%。ETA 它是增长的呀。好吧，这个大家见仁见智啊，就看到这里。然后我们还顺便看一下它的这个主要的股东变化。这是 DBX 的主要股东变化啊，可以看到它这里这个呢，Houston Angel 是卖的。这个也是卖的，但是这些都不是著名的机构，不是有名的机构啊。那这个也不一定确定是这样的。看，但是这些 Vanguard 是增持的啊，这边下面的也是 Vanguard，它也是增持的。Philadelphia 这个 T Rowe Price，这些都是正常 BlackRock，这些著名的有钱的这个401k 的机构呢，养老金机构呢都是著名的。这些啊，都是买入，都是买入。总结一句话就是，ETF 呢是看好，然后上面主要的股东是还是卖出的多，这个卖出的多一些，3000多万股都卖掉。这里看，注意看这个单位是股啊。好，这个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